上兽医师去，好，这边就有熔炼了，应急装备。这边上他是会帮你放，就偏要放卖这样，那这边就帮你把最好的给留下来。这些其实我觉得还蛮神作的哦。我说今天重点是什么？怎么讲？怎么办？排行榜实力第一名的玩家的一个装备与武器。天呐！我想不到这个游戏会有这个系统那我去在这边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排行榜实力第一名的武器与装备。那虽然是16等，但他的实力是最高哦，也就是所谓的战力。那个刚刚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只宠物啊。